上台接受我们的荣誉加冕，有请二位。谢谢我们的二位开启嘉宾，谢谢谢谢两位。晚上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刘宪华。在我的理解中，真正的偶像就是那种可以带给大家正能量的人。就是你。我会一直努力的带给大家最好的音乐，然后也要努力带给大家快乐。真谢谢 Esquire， 然后也想谢谢我全部的我的粉丝们，你们最棒，谢谢你们。Thank you to all my fans. Thank you so much. Thank you Esquire. Thank you。那个谢谢时尚先生，然后颁这个荣誉给我，然后得到了这个荣誉之后呢，我的偶像包袱应该捡起来了。谢谢谢谢我的粉丝，谢谢谢谢。再次的祝贺祝贺祝贺两位，祝贺你们，谢谢。宪华还有话没有想说完对不对？说好了。谢谢两位，谢谢。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荣誉开启嘉宾。